来个深呛海葵，这第一次见这种颜色的啊，红色的，呛一下。腌制一会儿啊，咱们下个视频开吃。超辣海面条又来了。太粗了，这个能吃辣，老铁一定要给我来个双击。再来接着吃啊！咱先把它这个牙齿给挤出来。看没看到这个黑色是牙，特别大的牙，这是它的牙齿啊。有没有知道这是啥呢？刚刚时间不够用啊，对，接着做，太大了，我调大一点，放点这个料酒，再来点香醋，这个得多炖一会儿，撒上一点辣椒，加点水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给个双击啊。咱们盖上锅盖啊，炖上一会儿。感谢双击，谢谢。来个三连爆，十连爆也没用，那怎么办？我教你，我还够狠了，最毒妇人心。好吧，这样老铁会给你双击的。老铁们，你们会给吗？
来个纯爆头。火大不大？老公就给我买一个4斤重的大鲍鱼。进来老铁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我想吃一个4斤重的大鲍鱼，这个太小了。一口啊，带大米的来给我上点料。再上料。能吃辣的朋友啊，一定给我来个双击。别浪费啊，开一个下头。